好，来这里是 CEO 口语美好，来试看，应该是第一次录的歌，好，郑怡和李宗盛的结束，好，这收录在80年代初，很初哦，好，那个郑怡的第一张大红的专辑《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我记得好像李宗盛也是那时候第一次当制作人诶，从此就因为这张专辑很大卖，从此就开创他的全盛时代，好，80年代都是他的天下这样子。来试试看，好，那我把那个 key 往上升一次，然后因为他是男女对唱啦，但是我的 key 就是女生 key， 好，我没办法唱男生歌，所以待会李宗盛那边应该会蛮好笑的，好，来试试看，那就开始了，嗯。你对我说你好寂寞，我知道，我明了，我问你你要什么，怎么做，你可曾知道，每一个夜每一次分手，总是没有泪水，没有尽头。你到底要什么？你从不对我说，难道就是这样的结束？来，广告配音技巧拿来用啊！而且它也变 key 了啊！你对我说你好寂寞，我知道，我明了，我问你你要什么，怎么做，你可曾知道，每一个夜晚，每一次分手，总是没有泪水，没有尽头，你到底要什么？你从不对我说，难道就是这样的结束？好，又变 key 了，好。每一个夜晚，每一次分手，总是没有泪水，没有尽头，你到底要什么？你从不对我说，难道就是这样的结束？你对我说你好寂寞，我知道，我明了，我问你你要什么，怎么做，你可曾知道。这应该也是那个从民歌转型成华语的那个台湾的流行音乐很重要的一张专辑，好，哇，广告来了，这里是 CEO 口语梅，晚安马卡巴卡，好，那个作词作曲都是李宗盛，编曲是韩贤光，拜拜。